嗰種係左派學校啊？嗰間係間愛國學校。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！阿爸，點解要我轉校啊？革命無罪，造反有理。中國遲早會收翻香港，等你學識咩叫愛國。你爸爸係做咩噶？開涼茶鋪咯。資產階級。你莫不是啲毛澤東思想萬歲？只要我死。你学校啲 miss 有冇话俾你听，共产党几时收翻香港啊？我叫李志成，我叫陈乃强。唔好搞小圈子，唔好搞小帮派。起啦！你成分唔够纯洁。陈乃强系个资产阶级嘅子弟。是敵我矛盾，應該開除學籍。為什麼我要寫檢討？是誰的主意？是陳華強嗎？究竟你喜歡的女生是誰？